会做单品才发现你不起早餐，我你又擦肩而过。大家好，我是 Birthday 三张。大家还记得刚好一年前的时候，我们有拍台湾过年的影片，影片有一位日本人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今天是非常重大的日子，因为那个日本人呢要跟他的女朋友求婚，他们双方都是日本人，来到台湾要来办求婚。那个男生他叫 Yuma， 他非常热爱台湾。今天主要的目的是他想要让他的女朋友知道他为何这么喜欢台湾，因为台湾有很多的温暖。我有准备这个花，就叫它是紫色的玫瑰花，巴拉，对，紫色色的巴拉。那紫色的玫瑰花呢，它有花语叫只爱你，就是只爱你一个 only you 的意思。我买11朵，11朵呢又意思就是中文的一生一世，求婚大作战 start。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大灯还亮着你。高白金的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我写给你的情。加油，马斯卡。喂。我送给你像一个美，留下着你的记忆。我送一半，我送谁？我把你说，我死的对决，我站在天上飞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このまま続けて、悦子さん。Let's make you smile and don't need a reason. Yeah. Just want you to be mine.单品才发现你不起早餐，我你有哎这三我的名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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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好。
现在我还在写着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年会发现，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。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，但你说的情绪也代表我一句走远。好，那首先恭喜两位新人成功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那我想要问一下几个问题，就是因为嘛，你今天在这个准备的时候啊，你有没有很紧张啊？好紧张，紧张了，现在胃痛啊，胃痛，而且你刚刚唱歌声音在抖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就听得出来，感觉很紧张。你这次准备这个求婚啊，你自己其实原本是有很有把握的吗？也不是，因为不相信他，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害怕失去自己是重要的，很容易。日本語でもいいですか？啊，いいよいいよ。プロポーズ考えた時はすごく本当にやってやる。っていう気持ちが起きたんだけど、考えてからは本当にすごく毎日がすごい怖いというか、日子越接近越紧张。それもあるし、逆になんか失ってしまうんじゃないかと。もう本当に今ここに来るまでも、もうそ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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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して、今日一日中ずっとあどうしようどうしようみたいな感じで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换这位悦子さん。那悦子さん真的很漂亮，とっても綺麗，本当に那个很有气质，すごい気品のある方。那我想问他说，今日そのプロポーズされるまで、今日なんかそうそうしてるな、変だなってちょっと感じたことはありますか？それとも全然全くもう分かんなかったですか？わあ。对，算是很成功。大成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本当にお似合いです。非常的登对的一对，对，而且呢，这位 Xbox 上他是第一次来台湾哦，他今天见到台湾，然后就被求婚，是超级超级难忘的回忆的，对，那很开心就是这样子，喜欢台湾的日本人，也有日本人很喜欢台湾，这样子互相的觉得非常的美好，对。